员打开红色小盒子，金光闪闪的金元宝现身，重1000多，价值将近10000元，想要得到它，不用闯难关，来打疫苗就有机会。BNT 哦，医护人员快速拉开民众衣袖打新冠疫苗，打完填写资料，看谁是幸运儿，接到苗栗头份市卫生所的电话，就能抽到黄金金元宝，还有机车智慧型手机。你不晓得啊？不知道，来了才知道。有13的那个 iPhone 那些都有，脚踏车。涉及头份市的民众在3月19号前打完2剂疫苗都可以抽奖。会这么好看，其实是因为头份市的疫苗施打率，不论是第一剂还是第二剂都太低了。那时候我们一看，我们头份的第一剂才76%，第二剂才69%，那我们就是说，在整个群体免疫的部分来讲，这是蛮低的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用利多的方式来鼓励乡亲走出来。卫生所表示，打疫苗抽黄金还真的有用，活动开始到现在，施打率就提高了9%。希望金元宝和其他大奖继续发威，催出头份市的打苗潮。华新闻林声谢谢中吴少卿苗栗报道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